谢梦雪，你很没有礼貌哎，人家第一次来你工作的地方看你，你不带我去你的办公室坐，或者是附近咖啡厅喝茶，硬拉我来这里晒太阳。杨琪琪小姐，请你离开，不要到我工作的地方捣乱，可以吗？捣乱？我身为 MIT 接班人的未婚妻，我当然有权来探视你啦。你该发火的对象是你那群不懂礼貌的员工，不是我。不管我的员工做过什么，都与你无关。更何况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认过我们的婚约。谢梦雪，我们的正式婚姻也由不得你拒绝吧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有真正喜欢的人，而且我也绝对不会屈服于这种无聊的政治婚姻。我现在很清楚地告诉你我的态度，之前我就很反对这种没有感情的婚姻，现在是如此，以后更是如此。好，那我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耐。谢梦雪，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哦， MIT 的融资可是全仰赖我家旗下的金融机构，让我看看你可以坚持到什么时候。亲爱，我为了我小飞这么挺你耶，你居然有未婚妻你还跟文字告白，你是太让我失望。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不要多管闲事。啊，经理啊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啦，是我带护之手，才会让属下以下犯上，请你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啦，我们一定会痛定思痛，改过自新的。小平，你说对不对？快跟经理道歉啊！啊，快快！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，我不希望再听到任何人提起。经理，对不起。小 P 呀，你可以再白目一点啊！如果你做你的收银员的工作的话，也不要连累我嘛。对，结账，你居然一连停我两次，我实在是太感动了。小 P， 我实在无以为报。不用报。快去工作，那边有客人要买单。啊哈。小姐你好，请问你们要什么？奇怪，刚怎么突然看着他的时候心跳这么快？难道说……我这么有 sense 的人，幻觉，嗯，幻觉，一定是最近工作太累了，对，该好好度假。怎么才几天而已，就这么大的落差？难道爸真的没听我的劝，买下旁边那块地？要不理，谢梦雪，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哦。MIT 的融资可是全仰赖我家旗下的金融机构。让我看看你可以坚持到什么时候。啊，小姐要走了。哎呦，要走了啦。哪里啊？没有啊，这边啊，你看哪、啊、哎呦，这边啊。哎呦，我看啊，
走，快追！是，快呀！靠，人呢？哦哟，竟然跟你闹笑哎！从他冲下来少说也要5到10分钟，上去又不是人行地板，怎么会站在那边不动啊？是啊，出门没看到人啊，你马上从楼上跳了，跳下，跳下来，你很笨呢，亮哥。哦，哪一个人给我决定从上走监视塔出来？杜家的，好像是我。现在就过回去，从上面给我跳下来，先跳下来。那我呢？锁呢？我叫，我去跳。叫！苏小雪，你什么时候把手铐还给我？最后一份调查资料了，终于可以有接到他那小警察。对啊，一连4天的辛苦，今天晚上终于都要做个总结啦。不如先吃饭吧，阿克，晚上想吃点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。不如就买去我家，边吃边讨论。好吃我的，好啊，我最喜欢吃火锅了，尤其是人多的时候。走吧，我们去买材料。刚刚好像看到阿克。看错了吧，阿克今天应该也是很努力的在街头打拼吧。身为阿克未来的女朋友，我也要加油。没问题啊，只要梁老有空啊，我们父子一定奉陪。我看这个周末吧，我让他们安排。好，好，这周末见了。你该都听到了，这个周末跟梁家的局，你说什么也要到。不要像上次一样又说你没有时间了。我知道这种应酬我是一定会到的。这不是应酬，这是家庭聚会，要我说几次你才懂啊。爸，我也说过了，我不会接受跟梁家这种正式联姻的。你倒挺有志气的，不要跟我来那一套什么真爱不真爱的理论啊。你是 MIT 的继承人，你没有资格去追求那种不堪一击的虚幻感情，只有握在手上的才是真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以公司目前的状况的确很需要梁家的融资，但是我更清楚，只要 MIT 不要过度的扩充，就不会有这些潜在危机。住口！